颜色的连身裤，你们有看过吗？这一次呢，这个也是全新的设计，妞妞的独家。那因为妞妞里面比较没有露，所以我加了一个细肩带小背心。如果你的胸部是漂亮的，是丰满的，其实你单穿就可以了。这一次这个颜色只能说气质到爆炸，但它不会显胖。好，如果是浅色的白色或是面料选不好的话，宽裤很容易穿胖，银灰色。好，穿起来你说高雅时尚没问题，绝对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搭上高跟鞋。有没有看到我一样穿的白白的球鞋，我的东西都可以穿成高雅时尚跟休闲。妞妞161公分，现在到我的鞋底目前还有5公分的落差。这一次的这边做的非常大，所以你的胸围没有任何的限制，腰围也没有任何的限制。而且这一次我是做宽版的，但是不用担心它不会紧，非常修身。有没有，我变37比例，而且我今天下面穿的是球鞋，所以呢会不会卡裆，我跟你讲，我拉上来这个裆还有15公分，绝对不会卡裆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我帮大家改良过的。落的口袋来拍照一定要这样子，所以呢做了一个口袋给大家，而且非常深，手机可以放的。你看连后背的腰身都这么漂亮，侧面的腰身都这么样的顺，所以呢这块面料呢只能说它帮这件裤装的版型扎加分了许多。我现在穿的是蓝色，气质到标比100分还多吧。我相信你们每天在看我的直播，蓝色是不是超唯美？蓝色甚至比银色还要更高一层的感觉哦。这次的蓝色我们从来没有卖过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蓝，食品收到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蓝。来，我旁边的是黑色，我身上的是蓝色，两个的显瘦指数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看你喜欢黑还是蓝。我这样比就有一度之差，但这一件你真的不用担心，你看它是有弹性的。黑色呢一样哦，弹力的无限大，一样的。然后这边一样有帮大家做口袋，这个就是黑色的，纯黑色，所以就看大家自己喜欢什么颜色。这个真的很漂亮，而且你看这整个弹度都是非常足够。重点是这块料子，我必须说它穿下去真的是冰冰凉凉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